起来，起来！哎呦我的妈！十六护着虎妞。十六护着虎妞。啊！十六护着虎妞。看了吗？护着虎妞啊，自己看看他自己长啥样，没有镜子啊，没有镜子，自己天天的啊，我化妆都去卫生间啊，其实我四哥老喜欢他了，看着啊，家人们啊，你看着四哥喜不喜欢他啊，待会儿又想买咱这个牙线的，老铁们啊，牙线9.95五盒，一盒30根，老铁们啊，9.95五盒，然后呢14.9十盒啊，一盒30根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拍他牙线啊。老四啊，看啊，看我四哥可能亲他了，看到啊。四哥呀，这是亲外甥。这是亲外甥。啊，四哥想给狗狗舔屁屁。你怎么还打哈喇子呢呢，你也想舔舔。哎，你说我四哥喜欢黑的还喜欢白的啊，我给你拿个白宝宝，你看我四哥会选谁啊，老铁们看我四哥会他俩会选他俩谁啊，来一个白的一个黑的，老四你告诉老爷你喜欢哪个，老四你喜欢哪个你摸摸哪个，老四摸摸你他喜欢哪个啊，喜欢。老四你喜欢哪个呀，四哥你喜欢哪个，你告诉老爷。有能耐你给黑宝宝画画一宿都画不出来。黑宝就拉倒吧，黑宝就画不上了。老四你喜欢哪个呀，老四你摸摸喜欢哪个你摸摸，哪个老四，黑的。小迷糊你干啥呢，迷糊啊，你个傻迷糊，你真疯了吧，迷糊啊！往家里搬东西呢。你往家里搬家呢，迷糊。呀，完了，牙刷，放你这儿。他把牙刷拿去了。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抢过来。把牙刷拿过来，把牙刷拿过来，媳妇，就那一盒牙刷，咱们就。好了啊，好了，是啊，别怕别怕。我擦奶奶，你说吓死我！给你这个。媳妇儿，你进笼子，进笼子要。媳妇儿，你进笼子要。你进笼子里头要。我不敢。媳妇儿，你钻笼子里边要呗。你钻笼子里要呗，你老是想让我那个啥。那咬坏就咬坏吧，我不敢。这迷糊偷多少东西，我拖鞋俩都进去了。媳妇儿，我两只拖鞋都在里头呢。你起来起来，我来，行了，这几个他拿了几个拖鞋，我你先把牙刷要过来。迷糊把牙刷给老拿来，来起来，牙刷来。哎呀，迷糊！牙刷给老拿来，咬坏了，迷糊！这是老爷的样品，我就这一个样品，迷糊！你不听话是不是？老爷还拿着给你钻狗粮呢！迷糊，你把牙刷给老爷拿吐了的，老爷给你钻狗粮呢还！样品大哥，我咱这要多的话就多给你点儿，拿来。别玩啊！你们是不是疯了你啊？你疯了啊？是不是打你？咬坏了。
迷糊，你真的迷糊，你太让你姥爷失望了，迷糊啊！你真的太让你姥爷失望了。还有盖儿呢？盖儿呢？盖儿呢？把盖儿拿来！盖儿拿来！你直接顺道把拖鞋拿出来呀！你拿出来拖鞋，赶紧的。家人们，你们想买牙刷的啊？你们可以去拍单牙刷的，牙刷几个贴讲解一下吧。牙刷没有多少单了，家人们啊，明天三元店就卖不了了，这牙刷一小明咬坏了。老铁们，牙刷9.99这么一盒，老铁们里边总有8根牙刷啊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，每一个牙刷都有一个独立包装，这小迷糊一点都不听话，我就这一个样品，老铁们9.9啊，总共是8支牙刷啊，加上独立包装的，这边带刷舌苔的，加上刮舌苔刷舌苔的啊，而且这都是硅胶的，家人们非常的软啊，硅胶的啊，9.9，小迷糊你这真不听话，干我拿来。咬我啊！拿来！发现有过分的迷糊啊！咱们家这个牙刷是我们样品，给你们发的肯定不能给小迷糊咬的这个呀，也不是说给你们发的全都是小迷糊咬过的。啥玩意儿？小迷糊咬过的？他说的牙刷都让狗咬了，谁还买呀？这玩意你要啊？不是，你要是想要小迷糊咬过的，我可以把小迷糊咬过的这个发给你。啊。哎。咱家牙刷没有多少单，家人们啊，这个牙刷没有啦。小迷糊，你真行，迷糊啊！真的，老爷真是对你真的对你太失望了，迷糊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啊！哎呀，9.9，8支牙刷，老铁们啊，8支牙刷，走吧，不看了，咱不怕四哥，快来，老四快来，四哥来，四哥快来，四哥来，咱不怕啊，不怕，啊，你媳妇你拿起来。来，老四咱不怕，四哥来，老大爷进来，三你进不进来，三吧？三你进来不？三你进来，来你也进来。老大你坐好了，老四你也进来，四哥来，咱先宝宝快进来看宝宝睁眼睛了，对，软毛的，咱们共同见证一下子啊，老四来快来，咱们共同见证一下子啊，老大没事啊，这亲戚啊，亲戚来串门了，老四过来串门了，好，老大啊，好了，这亲舅舅啊，好，亲舅舅，他是舅舅啊，他舅啊，哎呀没事，舅他舅舅啊，你大大方方的。舅，哎，四舅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大大方方的啊，开开心心的，别怕的，那都亲外甥，怕啥呀？是不是，四舅？啊，快来，你管他叫四舅、啊、是不是老四？那个别怕他啊，四舅。你看，老大会走道的，看什么？家人们看，你看站起来了，看着啊，他学习走道的，学习走道的，晃晃悠悠的。你看，看着了。我跟你说，见过老四的狗狗，我跟你说都神了，老铁们，见过我四哥的狗狗都神了，你看不呢？那老赖看外孙子，天上雷公，地下舅母，哎，老四哥这是没礼，没给见面礼呀、啊。学习走道了，因为他长眼睛之后就会走道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他本来也有眼睛。不是，我知道，就是他有眼睛之后他就会走道了，知道吗？本来出生就有眼睛啊。不是，我说的意思就是他睁眼睛之后他就会走道了，不睁眼睛肯定不会走道啊。哎呀妈呀！这学习呢，家人们老有意思了，我跟你说这两天特别有意思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啊，好，这辈分整的，他是舅啊。行吧，你看四哥，你瞅瞅，你瞅老四，这跟他妈受气包似的。老四，你瞅你就跟那个受气包似的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嘎那小迷糊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这小迷糊，这小迷糊，我真的给他撇了他，我真的给他撇了他这个小迷糊啊！老大呀，咋看那门？这个傻迷糊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颠去了，真能整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
你看小牛偷拖鞋干啥啥不行，你偷拖鞋第一名。不能要迷糊了，幸亏我这拖鞋便宜19.9块，家人们明天咱卖拖 卖点拖鞋吧，媳妇儿啊，对9块9的、啊、我咱过两天卖点拖鞋吧，家人们，小牛太能拿这个拖鞋演戏了，这小牛太能拿这个拖鞋演戏了，咱过两天买点拖鞋吧。那你得买质量好的干摇摇碎的呀、啊，这小迷糊真是让他姥爷上老火了。这么大的外甥吗？自己起老爷过来，你你你，舅舅舅舅舅舅！哎，四哥喜不喜欢我？四哥，你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我呀？四哥，你告诉老爷喜不喜欢我？哦，不喜欢了。老四喜欢我啊？能吗？你躺着来，我看看他能喜欢你吗？啊？你躺着看。老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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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哎！别吹他，吹他咬你了啊！别催他，老四、啊，你叫我四哥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嗯、老大在那看着呢，老大在那看着呢，家人们，不敢动啊，那不敢动呢，看到吗？哎呀，不可能咬，你看着啊，你说不可能咬，我四哥最怕催，你看着啊。怎么又回来呢？又要脱我拖鞋是不是？你有可能催一个小时他才能生气。我现在已经脑瓜迷糊了。小明，你敢拿我拖鞋？你试试迷糊啊！我们就在看着你，好你哥，在我眼皮底下把拖鞋拿走了是不是？哎呦我都看着呢，我眼睁睁看着他拿他姥爷。迷糊，你他妈好像又出来了。这挺迷糊，你是不是那个捡破烂的迷糊？你们这专门挑我的拖鞋为啥呢？啊？不知道。啊，家人们真是哭笑不得呀！啊，叼回家就拿，叼回家就出来了。他不是，你现在想上他家，他拿的不让他不让你拿。拿来把推头拿来，你看他不给你吗？你看回家了，你看都藏里头了，你看看，拿来拖鞋，靠你个迷糊！快点连带把掉出来拖鞋丢回去。哎呀，这迷糊呀！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咱家直播有意思，老铁们啊！我俩是不是？拿来。迷糊，你现在你太让你姥爷失望了，我真的，你是我养的最失败的一条狗，迷糊。还有虎妞啊，没了牙刷，没有了，可能就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牙刷应该就这些单就没有了，拿来迷糊。
真的太失败了，老爷太失败了。啊？我必须把它撇，让它在外面待着来。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。给我吐了。我吐了。是不是想出去啊？明儿你告诉你是不是啊？吐了。啊？是不是想出去？是不是想出去你啊？啊？吐了，吐了。明儿你真想累死你姥爷啊！你看人都瞅着你了，你瞅瞅，你瞅都瞅着你了啊！这是么狗干的事儿吗？啊！这都给姥爷咬坏一只了，这都咬坏一只了，明儿。你上就行，我他妈不打你一顿，我不打你一顿，真的我难解心头之恨，吐了！上你这，我非给你扔出去，我非他妈给你扔出去。对，牙人用的牙刷啊，这个是人用的牙刷。啊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还在把东西给我，给不给我？给我来，哥，吐了，吐了，吐了，哥，来，你别回去，别回去了，回去干啥去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你告诉我能长记性吗？啊啊，能不能长记性啊？你让他进来吗？他不出去，你说咋整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人家不远了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别回来了啊！离家之事，从此你离家出走了，我们都不认识你啊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出去，出去，啥也不是。不让他进来了，不要啊！那得我对你那么好啊，你还咬我你啊，你还跟我呜呜你，我对你好了。别这样对他了，人家脾气真好。迷糊啊，你又把你姥爷拖鞋拿走了，你看看你总往那个家里拿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？你看看你们几个，真的小迷糊，你都把他们教坏了，你干啥呢你？来，哟，哎呀，那我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啥呢你们这是啊啊？小迷糊，你又把你姥爷拖鞋拿走了，难道啊？你想把我拖鞋埋起来呀？啊？这儿呢。
这儿呢，我藏这儿呢，没拿。我寻思你要把我拖鞋埋起来呀，迷糊啊！男人，我最喜欢吃的是烤肉，但是我从跟三文爹结婚一直到现在5年了，只吃过2次烤肉，因为他不喜欢吃烤肉。每次我说吃烤肉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吃火锅吧。”我说：“那行吧，那就去吃火锅吧。”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烤肉没啥吃的，媳妇儿，那玩意儿肉烤的焦糊的，啥吃都是那玩意儿。我就喜欢吃烤肉啊，然后整点酸菜是吧？然后拿生菜一夹一包，抹点酱，多好吃！我跟你说，我老喜欢吃烤肉了。但是为了Seven爹，从俺俩结婚一直到现在，我就吃过2回烤肉，剩下全都是去陪他吃火锅。你们疯了呀！好了，使着舅妈，让舅妈吸烟吸烟宝宝啊！啊，爸爸让你吸烟宝宝啊！啊，行行，好好。嗯。这舅妈有奶。哎，太小了，裹不住。舅妈也有，看看。呀，舅妈这些干巴啦，成葡萄干儿啊！啊，舅妈这个，舅妈这干巴了呀！啊，干巴了。本来是葡萄粒儿，现在变成葡萄干儿了。裹不着吧？啊！裹上了！干巴了呀！啊！小五啊！好，行了，没事，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没有奶香味儿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小石头吓坏了，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石头这猛，石头这猛，石头赶紧跑！我找俺家老爷们儿来，都看你服不服啊？老爷们儿不行啊，这老爷们儿，老四不是奶，太伤自尊了，我还是跳出去吧，没有奶味儿。哎，媳妇儿，小石头如果要是跟老大一块生孩子的话，你说这帮狗宝宝如果吃老四的吃小石头奶的话，能不能一次性给缩干了？能啊，能不能？哪里头啦？偷吃呢，小明，小明啥都偷，小明啥都偷。还有咱那洗手液这。小明挺厉害，嗯，人生风景在游走。石榴怕凉，去沙发，要不就坐在其他狗身上。石榴真尖，你看着啊，你看我四哥卡呢。老四啊，你干啥呢？四哥，你要看我跟我四哥喊，我四哥就睡觉啊。老四啊，你对齐了吗？四哥，老四啊，你干啥呢？你在这坐着干啥呢？四哥在这块儿啊，自己玩呢。四哥有意思。
老四无动于衷。核桃在最后一个链接呢，家人们啊，核桃没在最后一个链接，核桃在跑哪去了？核桃啊，核桃没在最后一个链接，家人们。哎，核桃我没挂核桃吗？核。哎，我没挂核桃吗，家人们？我记得我放最后一个链接了，核桃。嗯，你们可以买那9.9的牙线啊。